太极刀传统称之为太极十三刀，因为太极刀套路不同于拳剑，有动作名称，它只有十三名歌诀，故称为太极十三刀。太极刀是太极拳运动系列的短器械，其风格特点应以无视太极拳身法步法的要求和风范为准，背刃分明。太极刀的技法和动作应连绵不断，刀法清楚，尽力到位，刚柔相济，刀手动作协调配合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太极刀的部位。太极刀实际上是武术当中的单刀，也可以有一种刀呢是属于单背剑的，不是柳叶刀的样子，也是太极刀的一种。太极刀的长啊，应该说作为抱刀，我的左手大拇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扣住护手盘以后，食指顺着刀把向下微曲臂抱刀，刀尖应该在我的耳的上端。这是刀的尺寸，不管人的身高多高，那就应该是握着刀就是这个标准，这就是它的长度标准。下面解释一下刀的部位。刀的前面是刀的刀锋是尖儿，前面的尖。整个的刀肚这圆这个弧形部分，这是刀刃的整体部分。这是刀肚，刀背。再往下是圆的，是护手盘保护自己手的刀的把又叫柄，刀把这个是刀最后边的葫芦顶，也可以作为戳顶之用的这个刀彩为什么要有刀彩？不是单纯为了漂亮，由于是食用过程当中呢，它也可以把它缠绕在手上，懂了吧？免于在手指无力下把刀出掉，同时也可以做其他的用法，那就是说擦一擦东西哪里的，或者有人讲就是流血问题擦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刀这刀彩是两种用意，一种是在过去使用当中是有用处的，我们现在在表演当中，它是一个起到陪衬表演效果这么一个作用。七星跨虎交刀式，太极十三刀
是由13句歌诀组成的套路内容。传统的太极刀是向左转的，因为由于现在表演和竞赛的需要，前边增加了有代表吴式太极拳的动作，如揽雀尾和搂膝凹步，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个动作，从无极式站起抱刀啊，抱刀，左臂抱刀微屈，刚才讲过抱刀大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扣住上下，食指啊顶到中间，屈臂抱刀，右掌掌心向里，要注意做到提顶，眼视线平视前方，要做到含胸，检查周身的动作要做到身舒体静，在做预备式的时候啊，和全路的预备式是一样的，提膝开步二，下面是揽雀尾的动作啊，两臂包括左手的持刀的用刀把拦截动作，就是做一个拦截动作，下沉做击掌，哎，做击掌，好像是还是咱们揽雀尾的动作的击手，随着做外棚裸手动作，劈裸下来转扣收腾推出去，提带回来左旋推出去，这个掌法不同于太极拳的力推，而是侧力掌，力点在小指一侧，向左转体，用刀的把啊外隔对方来的枪尖踏，收脚提膝收脚，把它翻过来转身落步击打一掌推出去，下垂方向是垂掌背向外撑推出去，不可夹着，夹着要做推掌，下边是正提的啊，就是第一句七星跨虎交刀式，刀的葫芦顶前穿，上部左右分开撑在这儿，再收落到腰间，上左部刀把前推隔，右掌前推，左掌左刀下往下落，右掌抽回撤步隔转，就画一个弧隔转对方的枪，从对面刺我的右膝后裆，这样收手转身提撑开，撑开的时候要注意刀的摆动，收摆隔起打提，刀从外边再做一个平隔落下来提膝落步，把刀推出去，握把刀撑着，所以交刀式七星跨虎，七星指的是这个，跨虎是这个，做动作到这里先出去，交刀握刀收下来，从这里收到往下收压到这，左手啊负于右腕内侧，高度腕与肩平，形成弓步姿势，眼视正前方。二，闪展腾挪意气扬。
闪展腾挪意气扬，接前世刀向右外下截，也可以说是稍有抹的意思。下截提膝，要落到右前方提膝，眼看刀的刀肚的这个部分，这儿，对，落步，屈左腿，落右腿，落步，刀从右下方往左前斜上方刺，成右弓步，但是这个步法是羽步，宽度向外，形成了刀的尖儿刺扎向左前方，步子是横在右外，这个是在右前，形成了三角，一个大三角形。对，下边动作做缠头，裸手平展，缠头屈腿提膝，裸手落步，裸回来变钩，平展，刀尖略高于持刀的右手腕子，随着屈腿后坐立刀，钩变掌松下来，立刀在左前左方左侧方向，实际上是我身体转了，还是在我的胸前，就等于是这个动作，这样转过来立在这儿，不是往后边转不了啊，因为它是左胸的左前方，胸的前方，但是是往左转的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姿势。后坐转身，这钩子放松，立掌落下来，眼看着刀的啊中间位置，看这位置，三左顾右盼两分章，三左顾右盼两分章，从左虚部立刀起，刀下落，提左膝，提腿右转，互提起来。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刀的走外弧与腿与提膝的动作要协调一致的提起来，好像是用刀把腿拉起来似的，别刀动这儿，这不行。好，这到这里坐在这里了，后坐刀动提要做出这个劲儿，落步往左前方做成羽步的落，推刀的时候右臂撑出去，推出去成圆，屈腿右转，这是左顾右盼，右做一个歇步下来，护着自己的膝盖，再向左转，拨格的动作，拨到左前，回收到正方，在正步上正前方啊，正步正前方推刀，推刀动作一定要注意撑出去，立身。对，这个推法有两种，就是左手，一种是两个交叉贴住推，一种是用掌根和掌指尖平推，都可以的，哎，都可以的，这样也可以，对，这样也可以，啊，四，白鹤亮翅五行掌。四，白鹤亮翅，五行掌。
从推刀，推刀，屈腿右转，上转身做劈刀，左手右转向下摆裸溜，做反，这是下撩刀，要刀肚朝上，刀尖朝前，后坐立刀提膝，还和刚才这个动作一样，提起来落步向斜一点方向，提落向斜一点方向，向右前斜一点，因为他这三个刀法呢，左边的也有了，中间的也有了，在右前的左右中三个动作，就是立提微微向右前，随着屈腿下蹲架刀式成马步，方向是正方向，眼看刀的中间位置往上看，就是一个架刀姿势。五，风卷荷花叶里藏，五，风卷荷花叶里藏，从第四式马步架刀起，架起刀来以后，随着啊刀身体向右转动，扣脚，随着刀尖也向右后转，同时手收到啊右腕处，提膝，要把膝提起来找，膝找肘，落皮找肘，屈腿撤步，反手刺扎出去，两手分开反扎刀，刀肚朝上为反啊，那么就是说刀肚朝下的为正大扎法，这是反扎刀，随着右转体下摆裸手撩刀，这个刀一上一下，裸手起撩，按在这儿，就是刀的力量力点达于刀肚。六，玉女穿梭八方式，六，玉女穿梭八方式，接第五式的弓步撩刀，撩出去的刀的高度必须要高于右手腕。下面动作翻刀上架，同时重心前移啊，翻刀上架，重心前移啊，左手要往右小背处附加力量，所以单刀的手啊，刀太极刀的手是要辅助刀的作用，提膝做侧蹬腿，就是横脚的斜横脚侧蹬腿，落步以后啊，刀向下向外做抹篮的动作，抹篮提上步，架掌扎刀，刀的高度啊，刀的高度，刀尖不得高于眼睛，右转体，右腕放松，转身做藏刀的姿势，转身落步做右弓步藏刀式推左掌，但是在这个动作的时候落步
刀向下落推掌动作转身，要注意不要猛，要表现是太极刀的上下相随协调的动作。随着接下往下走，右手刀向左前方下截，用刀肚下截做虚步下截刀，立身不要突臀，立身向下蹲，翻刀上架，蹬腿转提扎，刀手的方向要呈反方向，刀向前，手向后上方，呈弓步，身法协中正。大家要注意，第一个扎刀和第二个扎刀形成180度的斜线。七，三星开合自主张。七，三星开合自主张。接第六式，左弓步扎刀，转身做架刀姿势，抱刀身前，随着右转扣脚啊。这要协调，转刀同一指，收脚，开步做藏刀式推掌，随着裸手弓步扎刀变弓，落下来下落下撩刀收左脚脚跟，提膝起，提膝架刀，提膝架刀，落步劈，向下压，通过马步的过程，摆脚尖上步，再做推刀，叫左弓步推刀。注意，上右手持刀，右臂要伸出去，推出向外，向前外推出。左手向右臂靠拢，收回来，右转体。这是转身，再做一个藏刀的姿势。要知道，要注意，这个是侧立掌，立点在左小指一侧。藏刀动作必须要往外点，不要在膝盖的上面，这样可以说刀刃向外拉出去，立身。八，二起脚来打虎式。八，二起脚来打虎式，接第七动。右弓步藏刀，刀尖从下而上的翻转上架，这个动作有一点含义，就是向上刺，不是完全耷拉下来的，上起到这交，从上而下落。就翻，所以他的刀法呢还是有啊，刀尖向上的运用，起上步就到这里交，用这儿往前磕出去，向前推出去，推出去以后向左转，刀交左手，提膝拍脚，提膝拍啊，做提膝拍收啊，走落脚，裸手平捋，盘出来打。这个刀抱到这平，打虎式，和我们那个竞赛套路里边那个打虎式，基本是一致的，就是
盘平，用刀的啊葫芦顶有击的动作啊，随着啊手要往上架，左转扣脚做一劈掌，下沉做下沉收脚往左摆，还是要做到形成了啊雨布的这个雨布动作，左手的刀从刀把外边磕出去，从下而上往外走，再往上右拳随着平圈回来到这里，形成一个啊刀向上背上平，就等于要做成这个姿势啊，向上回来的时候啊从这走平摆握起立上这个姿势，拳眼拳心朝下，拳眼对准对着自己的胸，高亮起来立身，眼看前方，九胚身斜挂鸳鸯脚，为了便于学习，我正面向大家做，打虎式，右拳变掌，从右左臂弯穿起往上走，等于是说右手上弧，左手下弧平摆立圆，要协调啊，要协调。所谓叫胚身的意思，它就是往这边走，啪一胚转，这再把腿撩起来，是个外摆腿动作。所以啊，这样的盘起来，穿落摆提，到摆完了以后打响的时候，屈腿收，这交刀，交刀提转落下来的时候要往下落，不要在这儿，因为要做出胚身的身法。他到这里，哎，那么老的说法叫夜战八方藏刀，刀是这个提膝，提膝动夜战八方里要落到提膝，他们看的对。那么方向呢，就是从原来的这个左前转到，基本上转到右前的这个45度这方向来了啊，基本上是90度了。我现在这个方向提着转过来啊，不是提转这儿穿到这儿，到这个方向来了。那么两个方向是90度啊，不是在正方向这么摆腿，它就没有难度了，因为摆回来收到这儿提到这儿，在这边提下来的啊，要注意点方向。十顺水推舟边坐高，十顺水推舟边坐高，这个动作正方向是应该正确的套路方向啊，是背向的接到这里，那么胸向啊右前方的截到这里以后，随着落步啊，随着落步的时候，如果入注意右脚要脚尖外摆，刀要走外弧，重心下降，注意这个动作啊，提看提到这儿，落转行了，再往外转的时候翻刀的时候上左步，翻刀上左步，翻刀，这是这个动作叫裹脑啊，前面缠头，这是裹脑，翻刀，这是上步推，斜方向推出去，形成右丁步下蹲推刀，要伸要往外撑出去，随着啊重心往右边吃支撑一点转，这叫圈刀，圈刀扣脚圈住，提膝做雨步往外，从这里翻劈一下刀，屈到这里翻劈拉下来，背向动作，那就说如果我从背向走，就应该是推刀在这里
转扣脚，翻刀立，成，侧弓步在这里正了，成侧弓步，是个弓步藏刀式，很多动作都是从弓步藏刀式来衔接下边的动作。十一，下士三合自由招。十一，下士三合自由招，接第十式弓步藏刀。向左转体，左手左掌的侧立掌啊变为翻掌啊，内旋翻掌，裸手上步摆左脚，形成了脚手两个脚和手是在一条线上裸对方的，不要不到位也不要过，裸这个刀呢从这里提住，随着裸手再转身上步变弓扎刀，这叫顺弓步扎刀。所以叫顺，那就是说右弓步右手持刀，有左扎的，就刚才前边的运穿梭是左的，是拗步的，所以这是顺步。再做一次，左转裸手摆脚上步，下稍微往下沉一沉，上步刀往前刺的时候裸手变弓刺出去，对，刀尖的高度与肩平不要太高，刀尖的高度与肩平，勾手略高一点可以，不要脱落下来。好，开始。十二，左右分水龙门跳。十二，左右分水龙门跳，从第十一式顺弓步扎刀起，翻刀左转勾变掌劈刀，劈刀要高一点不要太低，劈斜劈下来，刀尖的高度和眼平齐就可以了，转收劈，这是手腕的，不要猛抖力，不要这种抖力啊，注意点啊，翻刀劈，下沉的时候变马步，收右脚脚跟下蹲下压，好像是下压防护动作，再上步推，推出去顺弓步推刀，对，刀往上举，向右转体，收脚跟，劈刀，左手向下压，找右腕，撩起，做个裸手绳，掌心朝前边，朝前边，随着哈、撩刀起，反手刀，刀刃朝上。刀刃朝上的同时要做前蹬腿，和前边玉女穿梭的蹬腿就不一样了，这是个前踢蹬腿，踏踢踢蹬踢落收脚啪扑下来，扑刀实际上是下扑的时候是个马步下按，下按刀，但是眼睛要看刀尖前的部分，不要看这儿，不要看这位，要看前面。十三，变合斜石凤环抄。十三，变合斜石凤环抄。刚才示范的动作是背向，我
做的动作要大家能看见前边的动作，是反方向瀑布按刀，这下按啊，左掌上架，斜前方，左前方扎刀，随着上架刀啊，刀右手刀上架，上左部架刀，架刀做裹脑以后啊，裸手斜劈刀，斜下劈刀，斜下劈刀，旋腕啊，右手持刀的旋腕做一个刀背的山刀动作，这个动作啊，这样不是收回来，是有攻防含义的意思啊，山刀回来，同时山刀同时扣脚转身做提膝截下截刀，下截刀随着刀的向右后运转，再做裹脑提膝，提膝交裹脑，提膝裹脑撤步截刀了，刀交左手转身用刀的葫芦顶向前斜上方击出，右手啊收到右肋间，这个位置叫全位，掌心朝上，那么方向应该是回来的方向了，前边因为扑刀的动作看不见，如果回来呢，那就是这边了，看了，对，下下刺啊，下扎刀，上步斜劈山刀，转身扣脚提分收落戳出去，这时候搂推就好像搂膝熬步一样，搂推出戳出去，刀向下沉，用刀把下磕，磕下来穿，眼看左手向上云起，提顶立身往左前方看，随着落手微微收脚向正前方收势，要求姿势立正，头顶头悬含胸，两臂还是要肘往外撑，做到饱满圆活的动作，最后提两点要求，一，这套太极刀在刀法、手法、身法、步法要完全符合吴式太极拳的身法、步法，不管是弓步、侧弓步、马步等。第二要求，整套动作在演练过程当中要做到速度均匀，上下相随，也就是说刀法、身法、步法协调一致，不要忽快忽慢。在整个的速度上要要求前后连贯起来，速度是均匀的，在每一个单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也要速度均匀，不要有突然间停下来，或者是快了或慢了，要充分体现出这一趟刀是太极的短器械，又体现出是太极拳的风范。
Thank you.